边款 wallpaper 最多人用？为咗认真对待今次嘅实验，我哋访问咗100人，就睇下大家电话用咩 wallpaper。下一次嘅手机用咩 wallpaper？電話是用什麼相機？它呢本身是一個預設的畫面，擰一擰它就會變成這個文字七個 Remind 自己不上班是不是很辛苦？是啊，不想上學，我不想揀課。寵物動物七個，你揸住隻雀仔，不是你來的，為什麼你會用這本相機做 wallpaper？ 我都不知道。預設七個，風景九個，明星六個，情侶伴侶十三個，唇色两个，画九个，自己六个，家人子女六个，拜拜，朋友五个，兴趣两个，卡通动漫十六个，其他五个。如果你要用呢张相，咁啊 do 嘅时候方便啲。结论：卡通动漫最多。